什么人？打招呼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秦博晨。今天我们去哪里？去老家。去老家。好的，等一下我们回老家，然后呢，姑姑也回去，汤圆也回去，姑爹也去，去读博啊。我们一起去啊。我和姑姑陪。可以呀。好了，去拿点东西就回去了。你说在双江的好吃，还是在我们老家的好吃？双江和这里更好吃。这里更好吃？真的吗？不对，我说这里和那双江和老家都好吃。一样的好吃。来了来了来了，送碗，好，送碗，熬，你想可以来他。哎呦，靓仔，哎，喊我了没有？妈妈，喊我了没有？妈妈，喊我了没有？喊舅舅，嘿，喊舅舅，哈哈，干嘛呢？过来干嘛呢？熬货。呜呼！我感觉我啊，阿刘，阿某某哥，哈哈，靓仔，我去那里玩啊，大声点，来去逛街，大声点，舅舅，舅舅。哎，等一下，摇了。啊，今天把冰箱里面珍藏很多年的宝贝拿出来，不知道是不是宝贝。哎呀，这个打不开，这个也打不开。哇，已经开了很久了，还是打不开。再等等。我老姐说，我在家里面一个人在家里面肯定没有什么菜。然后他们买了很多菜，米都买了，家里面还有一点点米。好了，放了。可以了。从哪里来？你们来？玩。去哪里玩？玩。这个冰箱一敲就烂掉了，都是冰。哎呀，难搞啊！哎呀，我们勤劳的山上到哪里都要下厨。现在我姐跟我姐夫还有汤圆，还有个奶奶啊，都过来了。然后我们家现在很热闹，准备给他们把这个船给装起来。这是从双江那边拿过来的。这个船是以前啊，我妈卸那个船，然后又换了一个船，这个船也可以用，还有搬回家来了，那现在可以刚好可以派上用场了。这两个船，床板。床板。你拿床板上来干嘛？铺床啊，干嘛？是别人的床啊。是啊，床。那谁睡这里啊？随便啊。没灯。这个灯坏了，这个灯要重，等一下去买一个新的。不用床了，就只铺那个席子在下面就可以了。还是有个床要好一点。那里有席啊，那里席子，
下面有，哈哈，搞定，好吧，床弄一下先，能不能？把床铺一下，你来帮我，好的。给我一件，没灯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好，还有里面不看你们了，那么黑。搞定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下面的板材也是这样子的，就这么多，然后上面放个席梦思就 over。 哦，还有这个灯啊，这个灯坏了，等一下去买个灯来。换了个新的，试一下啊，亮不亮？一二，呜，亮！太完美了，买个席梦思上来就搞定了。这个要喊我姐夫给我帮我抬了，来，席梦思，来。啊，我跟你不接了，席梦思抬了就搞定了。哇，真的是，手不能打啊。上去。先定了。俺这两个在家都压了，阿妹他们都要绕出去。你要不要搞定，哎，黑子，啊，黑子，刚好的，啊，完美，很漂亮吗？哇，今天停水了，你看这里好热闹，哇塞，好热闹，只要一停水，这里就都在那里等水。有山珍，有海味，爽歪歪，还有烟酸肉、烟酸鱼。嗯，本来以前就我一个人在家孤孤单单，一下子这么多人，哇塞，太高兴了。